马云以退为进，淘宝淘上市，阿里巴巴集团上市，不知道它是什么吗？但如果说淘宝网，香港人一定知道，出名货多价廉，运送快，而且常有打折。就像去年单身节举行一天单身半价促销，一堆网友当然出手，那天的交易额超过100亿人民币。除了淘宝这个大金矿，阿里巴巴集团旗下还有什么猛将？数据分析的阿里云，还有中国雅虎跟帮手付款的支付宝。之前辞掉集团 CEO 的马云，去年6月说过，在5年内要发行 IPO。不过有消息人士透露，他们一早找了券商集资，最多300多亿元港币，有可能在今年上市。如果消息成真，有机会做今年的集资王。晚一点去淘宝买东西，都会变成与上市公司的交易。